队长帮我们说一下案情。那本分局于日前接获线报，本辖中区成功路某大楼四楼的排进协会疑似挂羊头卖狗肉，以合法也无非法经营德州扑克职业赌场。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于11月7日22:00许持搜狗票展开行动，当场查获现役主嫌及员工等十人，赌客31人，查扣现金新台币49万余元、赌具、监录设备、点钞机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赌博罪来重办。那经查，现金主嫌等员工每天在社群网站以及群组中公告每天举办的各种金额及赛事，借以跟客人抽头获取暴利。经本分局专案小组分析，该场所的不法金流，并经过锲而不舍的收证，收证完毕后，向台中地检及地院申请搜狗票，借以趁隙一举查获该赌场，来破获本案。本分局因应年底9月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届，为维护选举选前的治安，除强化竞选活动现场安全维护，并针对各类治安事件进行查办，绝不宽待，严防不法势力介入选情，以稳定选前治安环境，让选举得以顺利进行。以上。